华，你听过伊甸唱歌吗？嗯，听过，还是学生时朋友塞给过我一张他的专辑，感觉怎么样？虽然我不是很懂音乐，但他的歌声的确很美。那时候朋友还拉着我去过他的签售会，但排队的人实在是太多，还没轮到我们就卖完了。没想到最后你们会成为战友。是啊，但他不像我想象中的那种明星，在加入烛火之歌以后，他慷慨地给予了很多人种种帮助。嗯，他的确是一位优雅而温柔的人。要是我那朋友知道我在和伊甸共事的话，恐怕他都要羡慕死了吧。只可惜